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好久了。军政官阿德雷特斯从圣灵堡带来了沉痛的消息，请你立刻到奥瑞罗斯。 圣光啊，阿德雷特斯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什么消息？我们必须恢复平衡。 待的还习惯吗？我知道这里的环境不太理想。其他人呢？他们平安吗？平安？不，我想他们说不上是平安。我真是受够了你的把戏。那好啊。 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，你是我们达成目的所需要的武器。我可不会成为死亡的工具。因为你偏好生命，是吗？那微不足道的瞬间，残酷的每分每秒，都只是拖延。你在这场无尽的挣扎里。 就很乌瑞恩的仙人一样，注定无法幸存。你非常清楚，世上没有公平，活着如此，死后也是。所以我们要破坏这一切。破坏了又如何呢？每个人都会受苦，希瓦纳斯，但摧毁一切并不能抹去痛苦。哦。 看来你误会了，我们要破坏的是有瑕疵的系统，重新塑造公正的世界。<笑>你难道要我相信，一直以来，你是为了正义而战？啊，该怎么说服你呢？从出生直到死亡。 我们的一切都命中注定，但是死后的来世更决定了我们永恒的遭遇。我们连要跟谁都……我们不能掌握任何事，但炎狱之主让我们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好好看清楚，你。 盟友的真面目，你难道不也是他为了达成目的所需要的工具吗？你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自愿加入，或者被迫服从。我以为你相信自由意志，希瓦纳斯。我们从来就没有自由意志，小狮子。但改变。 终于开始了，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 戴纳瑟斯王被抓住了，我们要怎么救他出来？每个灵魂都有幸福，他的事。 已经完成了，我们要打造下一把武器。他还没准备好，那就用更直接的手段。都已经到了这一刻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说真的，你费这么多唇舌，都说服不了你。不过呢，商量的机会结束了，你逃不出我们的掌握。听清楚我指挥，再问你最后一次，自愿加入或者被迫服从，这算哪门子选择？为何要我选？因为你没有机会选择。在你冠冕堂皇的计谋底下，身为凡人的过去还纠缠着你，女妖之王依然无法彻底摆脱游侠将军。住嘴！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，为什么还要费心想说服我。你如果能说服我放弃希望，那你也能放弃。住嘴！屈服吧，你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难熬。不是我难熬，现在握有力量的是你。你想怎么做？事情都走到了这地步，我可不会停手。那你还等什么？做出选择吧，希瓦纳斯风行者。你还有疑问吗？带着勇气前进。无论我们多么努力，渊虹还是不断扩大。要是戴纳瑟斯造成的伤害无法挽救呢？统御者失踪了，光靠生灵堡是救不了暗影之境的。这一切都不该发生。或许凛冬女王可以。御灵者，有活着的灵魂求见。是凡人吗？是个王者。就我们的了解，他的一生都为正义而努力。他为了人民不惜付出一切，他的内心既坚定又纯正。好吧，让他过来。上前吧。晋升者说过你的事情，被关在渊侯中的国王，那座牢笼无法永远囚禁我。你为何会来到生灵堡？你有我需要的钥匙。是你。立刻释放对这个灵魂的控制。不，我束缚了他，就像你曾经也想束缚你的兄长一样。审断者殿堂共商大计，我们得决定下一步的行动。
说吧，凡人。我会考虑。我们要一同对抗黑暗。我为承诺的主人发声。以审断者之名，我们回应永恒者们的召唤。他们对生灵堡的攻击必须付出代价。基瑞斯提亚，你复原了吗？还没，但是跟失去的东西相比，这实在不算什么。炎月之主到底想要什么？许久之前，每个永恒者都获得了一个象征誓盟使命的符印，但佐瓦尔把他们当作钥匙，要获得禁忌的知识。当我们斥责他的妄想，他却企图夺走我们的符印。最后，统御者带领我们赢得胜利。佐瓦尔因为背叛，遭到永远放逐。但即使关在渊侯，他还是找到了合作的盟友。戴纳瑟斯王显然把他的符印奉送给监禁者了。我们没有在统御者圣所看到你们说的符印，审断者的精华还残存在这里，我们得守住它。暗刃骑士会协助防守永恒之城，但炎月之主觊觎的恐怕不止这里。是的，此刻他的恶意已在侵蚀我的领地。死灵领主会把入侵者从亚登旷野赶出去。德拉卡，我们范希尔也愿意并肩作战。我们会集结各个誓盟的部队，部署防线。就这么定了。我以审断者的名义发声。前来接受审断。哦，这下好玩了。跟你相处真有趣。亚登旷野与奥日博斯都可能遭到攻击，当然暗刃骑士团必须保护这座城市。必定不负使命。贝恩汉我不会让审断者服役落入炎月之主手中。博瓦尔，我和你去亚登旷野，只要还有一丝机会拯救安杜因。我明白，真的，我们立刻动身。希瓦纳斯风行者亲自率领院侍者攻过来了，不能让他夺走我们誓盟的符印。有好几位暗夜妖精自愿伪装成凛冬女王的模样，他们会分散到森林各处当诱饵，误导那个女妖。那能让他忙上一阵子，直到旷野猎者击退渊侍者部队，然后集中火力对付他。希望这样有用。还有一个，啊，希望这招一定要有用啊！真正的凛冬女王要保护森林之心，所以要靠我们来阻止入侵者。这些幻象能争取的时间有限，我们还是得速战速决。所有部队进攻，把凛冬女王找出来，我要拿走符印。旷野猎者，出发。他们几乎遮蔽了整个天空。多么美丽的蝶包啊，可是怎么都没有软泥。没关系，我来改进一下。玛丽雷斯，等等，我们得一起飞。
是幻想。凛冬女王居然舍得派忠心的属下来替她送死。女妖，你根本不懂得忠心。暗夜妖精，你们才什么都不懂。别妄想能阻止这一切。艾泽拉斯的英雄来缴获了，你会再次失败的。撑住，我会保护你。飞上天空，攻击森林之心。追上去。我要记得带更多软泥。不，他是最后一个替身。下属，但是你照顾的野性之魂呢？敌人在夺取野性种子，猿猴行者，我们得阻止他们。交出你的符印，否则我就毁掉野性种子。空洞的威胁，空虚的灵魂。元使者在集结发动最后攻势，所有部队向我汇合。可悲的妖精，你们已经输了。为了女王和领地。顺利吗？
艾兰达，我听说你有事情要找我，来呀，展现伊鲁恩的愤怒。伊鲁恩赋予我力量，但愤怒来自于我。战士，真让我失望。我要拿下你的头，女妖，跟凋零者一样。朗索诺斯，你不知道，你的主人有事情瞒着你呢。享受力量消散前的余晖吧，泰兰达，凡事都有尽头。泰兰达，你还好吗？泰兰达，你刚才有说话吗？哦，亲爱的孩子，在无梦的沉眠中好好休息吧。等着你，我们得去回报女王。我的漫长沉睡结束了，希望他能守住其他的野性种子。我们的神圣使命仍未改变。索瓦尔竟敢染指归我管辖的灵魂，我已经有所回应了。说吧，森林会倾听。我把我的符印藏在森林之心，那里的防御最严密，但我们的敌人十分狡猾。快去确保他的安全。面对任何挑战。安杜因，不反抗他，别让炎狱之主得逞。我们一定会救你的，安杜因，不论有多困难。
心一物换，循环流转。尽管世盟联军展现了无比勇气，坚决捍卫亚登旷野，但索瓦尔还是拿到了他要的东西。这里的事情告一段落了，凡人返回奥瑞博斯，你今天的事迹会在林地里传唱。必须展开反击，不让冤使者发动第二波攻势。一旦进入冤侯，你们就无法回到这里，但也许还有别的办法。倾听审断者的才是，万物都将接受公平的审断。宿命者罗塔尔感应到冤侯出现了第二个甬道时，但并不清楚他的位置。你的灵魄唤醒了第一个甬道时，让你得以带领几位盟友安全离开。我会在奥瑞博斯设置一个连接你灵魄的锚点，启动第二个甬道时，应该就能连接到我的锚点。我相信这个连接能让世盟部队离开冤侯，就像你一样。你们的使命是什么？聆听，我会设置锚点。去吧，找出甬道时。愿使命指引我们。防守奥瑞博斯的工作就交给我们。冤侯行者动作快，敌人的力量不断增强。你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啊，冤侯行者，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会出现呢。我就炎狱之主用巨大的锁链把一块残破的戒玉拉进冤侯，我只稍微瞄到一点，但是我可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。我建议我们一起过去，你寻找甬道石的时候，我可以评估我有没有潜在获利空间，我是说为我们评估。我有无限的时间，你没有。没必要。我有个装置能带我们到离那个路块很近的安全藏身处，但是抵达之后，你务必紧紧跟在我的身边。根据我从冤氏部队拦截的情报，炎狱之主正在寻找一个叫做科西亚的戒玉。众戒者之间流传着这里的传说，它是一座有无数宝藏的壮观城市，但它的位置严格保密。当心，狱主之眼必定会盯着这个地方。我有办法隐藏我们的行踪，就像当时一样。
跟紧我，听从我的所有指示，以免被狱主之眼化作明魄。你有感受到冤猴在撕扯你的心灵吗？我们会非常接近炎狱之主的部队，跟紧一点，跟紧了，冤猴行者。好像无法穿透科西亚，我们得在没有他的情况下进行搜索。无所谓，坚信者必定会拿到他要的东西。科西亚的魔法必定十分强大，才能阻止狱主之眼。也许传说是真的。趁我的隐形法术还有作用，我们得赶紧抵达目的地。哦，小心你的脚步。看来狱主之眼被挡在科西亚之外，但是冤世者不断在弱化防御。成功了，冤猴行者，想想我们能找到多少神奇的东西。哦，当然也包括你要找的甬道石。你没有被跟踪吧？不要相信冤猴中看见的任何东西，别吸引到炎狱之主的注意。嗯，这可真有意思。我感应到附近有侍者，就像奥瑞博斯一样。也许他们是科西亚宝藏的看守者。你先走，我再待一会儿，得确保没敌人跟踪我们，对吧？
加强巡逻，绝对不能让冤侍者又是炎狱之主的手下，快打倒他们！且慢，这个活生生的凡人是冤侯行者，不是炎狱之主的手下。冤侯行者，太棒了！我研究过那则预言，但是，失礼了，我是塔加兰，科西亚的绝密守卫者。我记得你。来吧，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。这就是科西。我还以为会更壮观呢。中介者，可惜你没看过他最繁荣的样子。科西亚是以前是玄秘之城。我们的职责是严加守护这里的知识与器物，他们非常珍贵，绝对不能落入恶人手中。科西亚隐藏在监狱深处，安全的与世隔绝，直到被炎狱之主的锁链发现。监禁者想夺走我们最珍贵的宝藏，就算要抹灭我们的存在，也在所不惜呀。有什么消息啊？尽量学习，我懂的大多只是学术知识，我得探索你的灵魄才能知道更多。请不要乱动。没错，你和某个特殊的世界之魂有连结，正如预言所示。但是那样就能应付未来的挑战了吗？我们得找出答案。快点停止这个荒谬的调查，别把唯一能帮你的人给杀了。卷轴说，真正的冤侯行者必须受到强化，这可是我的职责。立刻放下冤侯行者，否则后果你自己负责。是真的，真的是冤侯行者，而且你的灵魄更加耀眼了。科西亚守卫者会听候你的差遣，保重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启动甬道石的时候，我最好还是躲起来。冤侯行者，可别忘了，我们之间的交易还没结束。冤侯行者回来了，第二个甬道石找到了。冤侯行者，你做得很好。人人都要尽好自己的本分。再见，博瓦尔·福塔根，愿使命指引你。再会了，塔伊娜拉，暗刃骑士团会保护奥瑞博斯，直到我军回来。
国王尔佛塔根，我在渊侯行者流动的灵魄预兆中见过你。很好，那就不需要自我介绍了。我们来这里击退炎狱之主的部队。我诚挚感谢你，渊侍者企图夺走我们的秘密。我会尽全力帮助你。你真的是太有趣了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自己的担子要挑，我们会勇敢面对任何挑战。咕噜，我的朋友有很多生意做。再会啦，咕噜我的朋友。我记得你，与使命同行。啊，是新伙伴了，看看你能撑多久。去发掘更多秘密，届时我们需要一个开阔但又不容易被窥探的地方。这样应该就行了。渊侯行者，请你用灵魄启动这个装置。啊，成功了。当然，就跟我预期的一样。哦，我好像把包包忘在那个洞穴里了，帮我带过来，我们就出发。动作快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讨论。你总算来了，我的袋子还不算太重吧？走吧，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。
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这次的收获非常不错。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就这样，没时间闲聊了，冤猴行者。我们有好多事要办。你被传送了，对吧？真有意思，我对装置做了调整，修正目的地的坐标。这装置开始发挥作用了。那么，关于你那次传送的事情，请再试一次。所有的谜团都会解开。去发掘，找个适合的地方，离我们的目标够近，但是又不会被看见。啊，有讯号了，但是品质很不好，换个地方再试试。好多了，但还是有点不清楚。换个高度低一点的地方试试。发亮的东西难道是羽毛吗？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没必要就不要回来。就知道会有人来救我。荣耀归于欧丁，愿你在战场获得荣耀。需要
你够格让欧丁注意吗？愿欧丁的目光带给你力量。你们真的以为有办法躲过我吗？太天真了，盲目相信没用的欧丁。欧丁不会容忍你的，而我也不会。你的反抗毫无意义，我拿到我要的东西了。仪式就快完成了，安海德很快就会和姐妹团聚。小东西，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给你的主人，愿他像炭火一样难以下咽。斯坦雅，送他们离开。朋友，小心了。猿猴行者，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见到欧丁辉煌的殿堂了。我可怜的姐妹们，我为欧丁效力，精进自我。说说你的战绩。荣耀归于欧丁。高贵的勇士，欢迎来到英灵殿。丹妮卡，告诉我这场胜利的事迹，还有究竟是谁胆敢囚禁我的华尔奇。我和姐妹们遭到服侍佩尔雅的冤侍者突袭，只有我活了下来。我们带来那个邪恶女巫的讯息。欧丁，我会扭曲你派出的每个华尔奇，就像当初你对我那样。出卖他们的正是你的眼睛，真是甜美的讽刺。他竟然如此大胆，我一定要菲尔雅付出代价。你为英灵殿带来荣耀吗？我们已经彻底平定了黑尔雅的叛变，没想到还是摆脱不了他恶毒的声音和诡计。而我高贵的全知之眼竟然被扭曲成如此黑暗的武器，这等羞辱绝不能忍。丹妮卡，你要化为我的怒火，和这位凡人勇士并肩作战，以我之名夺取胜利。遵命，伟大的欧丁，我发誓会帮姐妹们报仇。又有人来寻求荣耀了，准备战斗吧！很好，你来了，吹响挑战号角，开始吧！不，你缺乏纪律，今日胜利与你无缘。又有人来寻求荣耀了，准备
斗吧！打得漂亮！你或许侍奉欧丁之怒了，去他身边吧。又有人来寻求荣耀了，准备战斗吧！打得漂亮！你或许侍奉欧丁之怒了，去他身边吧。又有人来寻求荣耀了，需要再靠近，准备战斗吧。打得漂亮！你或许侍奉欧丁之怒了，去他身边吧。又有人来寻求荣耀了，准备战斗吧。我加摩尔会保护大家的。说你的战绩，失去尤武的生命只是空所有人都来见证吧。由我的熔炉之火锻造，灌注了众多英雄骨灰之力的伊斯卡号角。当伊斯卡号角呼唤我亲属的华尔奇，我的眼睛就会被迫注视着他们。丹妮卡，由你来领军，成为展现我全部力量的欧丁之怒，让敌人好好见识我的愤怒之力。凡人，把伊斯卡号角带到渊喉，让响亮的号角声穿透帷幕，释放我的怒火。华尔拉雅，愿你战无不胜。
你是来交易的吗？还是白费的问题问得很好，但是这答案只是我的假设。去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。你必须前往灵魂之河，果戈雅留过冤猴，把有罪之魂带往他们的宿命。我要请你勇敢深入险境，带回徘徊此地的灵魂残留的遗物。有找到什么吗，冤猴行者？去发掘更多秘密，届时我们再谈。猿猴行者是伊斯卡号角的声音，御主之眼会被迫应付我们，准备迎接光荣的战斗吧。居然把欧丁的眼睛扭曲成如此邪恶的东西，把这个鬼猴行者由小哥的眼中再保护他，用我的长矛把他们拉下来，然后摧毁掉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你在这边的任务完成了，走吧。我需要目标。荣耀归于欧丁，愿你在战场获得荣耀。
精进自我。我不晓得我们是偶然相遇，还是注定要同舟共济。但重点是，我们合力打败了强大的敌人，我总算帮姐妹们报仇了。黑尔雅或许还有别的诡计，但至少她无法再利用御主之眼。欧丁一定会很满意，相信你的盟友也很高兴。少了那颗魔眼，对抗炎狱之主的战斗必能更加顺利。谢谢你所做的一切，你的英勇之举会在欧丁的大宴厅传唱，你的坚定勇气会在所有人之中流传。还有很多事要做，人人都要尽好自己的本。御主之眼被赶走了，做得好，你也收集到德斯莫泰隆的宝贵情报，但黑尔雅和维拉斯依然让人担心。还有很多事要做。维拉斯是个没骨气的叛徒，我要杀了他为克利瑟斯报仇。我很期待见到马卓萨斯军队的英姿。有好多事情要学习。你看起来有种异样的熟悉感。你也是。欧丁望穿帷幕的时候说过，他见到了有翅膀的使者，将凡人灵魂送往最终安息之处。有时间的话，我很乐意再跟你聊聊。等到眼前的职责都完成了，或许我们可以分享彼此的荣耀事迹。一定要找机会。猿猴行者有什么事吗？这是我的荣幸。务必保存知识与智慧，一定要救出博闻者，万物的命运悬于一线。莫管闲事。凡人，我欠你一次，你一定是罗素尔派来的。我立刻去找他。
欢迎来到博文库。感谢使命，你安然无恙。别执着于失去，拷问者有没有？想想你还拥有什么？放心，罗树尔，把寻影宝杖带回来，我们会在安全的地方等你。力量需要智慧来淬炼。罗树尔，倾听博闻者的言语，这把法杖需要足够的灵魄与智慧才能发挥作用。吞噬者亦有其使命，我们可用他们吸取的灵魄来为寻影宝杖充能。我们来呼唤博闻者的回音。历史遗忘的远比记得的多。请稍等一下，缺乏理解，知识亦无作用。离得太远了。
请稍等一下。追寻智慧，但切莫贪图。我们来呼唤博闻者的回音。秘密的力量是由害怕他的人决定。力量需要智慧来淬炼。痛真是一代短暂的。这么多忠诚的博闻者早已不在我们身边，他们是在服侍使命，他们的智慧依然在帮助我们。你将来会明白的。别执着于失去，想想到我的身边来，凡人。寻隐宝杖灌注了灵魄能量与前人的智慧，它能引导使用者找到博文库过去收藏的文物与法器。我们总算能继续履行神圣的职责。昔日的博闻者啊，请灌注你们所有的知识。虽然各位的回音将从此消逝，但你们的牺牲永远不会被遗忘。博闻者罗杰玛，博闻者罗鲁达，博闻者罗基尔，博闻者罗马，还有博闻者罗瑟纳拉，愿我的智慧在最黑暗的时候提供指引，愿科西亚有机会重见光明。罗瑟纳拉，不，我们需要你，为了使命。要相信使命，要永远追随使命，重建博文库，实现使命。真正的学者什么都能研究，务必保存知识与智慧。学者罗素尔，我的回音即将消逝，博文库就交给你了。一定还有别的人选，我还不够资格。不必过于自谦，你可以的。从此刻开始，你就是科西亚的博闻者。愿你带着知识找回失落文物，重建博文库，还有相信前来帮助你的凡人。博文库是永恒的，我会全力以赴的，罗瑟纳拉。愿使命指引我们。愿使命指引你，博闻者。重建博文库，
实现使命。相信使命，真正的学者什么都能研究，要永远追随使命。我们背负着庄严的职责，无论到何处都要发扬这知识，要相信使命。狩猎开始了，旷野猎者欢迎你，我们在无月的夜晚里悄然无声，猎物正在等着你，祝你狩猎愉快。你好啊，凡人，祝你狩猎顺利。你想要寻求什么知识？为了马卓萨斯。欢迎，月姬，再次感谢你，能有你这么好的人，你的世界真有福气。有什么想问的吗？不要任意触动阴。前进，我们要进攻这股紧逼黑暗的核心。显然你会需要我这位法术专家啊。这下可好玩了。为了女王和灵帝，这是什么可怕的状况？我知道这个魔法。别担心，冤猴行者，我会保护你。无尽的黑暗等着你。你刚才有说过最好看景点，冤侍者在找我们，快引开他的注意力，我们才能通过。很好，趁他还没发现，我们快走。骗过他了，要是被逮到，智芒烟尘可以帮助我们逃脱。真是聪明，月美女士，谢谢你。我不能攻击他。快点，使用智芒烟尘。这下好玩，最好看景点。冤侍者在找我们，快引开他的注意力，我们才能通过。
我的武器在这里没用，给我找个其他目标。其他人了吗？我不能抛下他们。快点，使用致盲烟尘。哦，我从来没体验过这么黑暗的地方。跟我的愤怒比起来，都不算什么。场精彩的胜利。留下一纸书页，人却消失无踪，你到哪里去了，宿命者？我们还有事要忙，我们必须找到宿命者。我到遗迹里跟你会合。谢谢你帮我寻找。适合休息的地方，但它不在这里。可恶，希望能再找到别的线索。焚香，这东西来自指引圣堂，它一定是往那边去了。都是偏执的胡言乱语。你现在想，他怀疑有潜伏的破坏者，太荒谬了。这边提到他要祈祷寻求指引。的事情，我们到指引圣堂附近会合，动作快。好消息，我找到更多怪物让你消灭了。我们吞噬者，吞噬者，这个地方被破坏得很严重。我们可以互相帮忙，这是有点紧急的事情，
们找到我了。是的，我们找到你。非常感谢你的协助，凡人。还有多少？监禁者在我们身边藏了多少间谍？等我们抵达托加斯，你可以亲自问他，他可是迫不及待要见你呢。杀掉冤猴行者。对了，下手利落一点，当作是我们对他的感谢。烧军团的成员吗？至少我们一直认为如此。京剧领主精通潜伏与幻象伪装，所有狮王部队都必须提高警觉。宿命者被抓走了，与使命在黑暗险境中保佑他。千万不能松懈冤猴行者，他们可能无所不在。他锁住了。
记得你。与使命同行。没有目标。